谢霆锋豪掷100余万与员工包岛赴马来西亚小岛旅行。2月29日约10时许，霆锋与父亲谢贤、妹妹谢婷婷乘坐7人车抵达机场会合拉姑。日前，霆锋表示会于本月28日出发，最终延迟一天出发。问改期是否为避开柏芝，他解释道：“因为那个岛之前已经被别人包了。”他亦透露柏芝已回香港照顾儿子。他称他去宣传，我就要照顾儿子，常常去家里煮早餐给两个儿子吃。对于有报道霆锋于前妻张柏芝家过夜，他表示他们搬了家，我也要看看儿子在哪里。再问二人是否同居，他表示已否认传闻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北京报道。